甲恁爸起笑了，笑了，笑了，恁爸头壳紧歹了，笑了，笑了，别甲恁爸起笑了，笑了，一百块恁爸国家笑了。现在什么懒叫东西都起价，我国的钱不不比外国大。那香烟、啤酒、水费、电费都在加，这是现在我们所住的国家。6%消费税试行在国家，害到我们人民全部伤一个巴辣，要买东西还要等到大减价。为何我国的钱币变成这样差？每到月头你每个巴辣会大，害到我血压会单吧，供了屋子妻子还要给妈妈，每个月还要还银行的债卡。哦，笑料笑料，别家你别去笑料，笑料笑料，你别头壳紧歹了，笑料笑料，把那电话讲诶。